各位觀眾大家好啊，今天呢就跟大家看看台灣呢疫情呢就漸趨緩和啦，咁即係好一七七八八啦，咁夜市呢終於開返啦，咁呢個基隆嘅廟口夜市呢搞喺度位，咁呢就回復返當昔日嘅繁華啊。咁咧，而家哇，肚餓可以出嚟食嘢啦！你悶喺屋企食杯麵、食公仔麵，已經食到個口歪到好似嗰啲年初四咁樣啊！咁啊，而家雖然而家可能太夜啦，啲鋪頭都閂門啦，啊，都用緊呢啲夾板啊夾住嚟食啊，可以耐用啦。犀利喎！等陣先，我本護照跌咗出嚟，我本護照飛咗出嚟，執翻先。阿媽，基隆嘅市長咧係比較阿媽鬧仔啦，捉住佢手捉住啊，緊張。咁啊，可能基隆嘅市長比較聰明同埋呢個比較聰明同埋遠見比較高啊，咁啊開放內容啊開始，咁啊咁啊啱先食完呢個海鮮麵嘅我咧就好興奮咁樣嚟到呢度揾食啊。今天星期日啊，咁又人流同平時差唔多，同疫情之前係差唔多，同埋基隆市長咧喺呢個疫情期間咧，啲夜市唔開嘛，咁啊趁啲空檔時間鋪咗地下，呢個阿媽仲鬧緊仔啊，扭計，揼地啊揼地啊，小朋友揼地啊啊！小朋友抌地咧，如果俾我阿媽咧一巴冚落去啦。不過台灣人教仔咧有一手嘅啊，好似孔子上身咁樣，暗暗沉沉咁咧餓一輪先。如果俾我阿媽咧，就用港式教仔法一巴升埋去，即係我啊，唔係佢啊，我啊。咁啊，已經翻到嚟基隆噶啦。咁啊，之前去咗南投嗰兩個禮拜咧，就感受到乜嘢，即係感受到台灣乜嘢叫鄉下咁樣。去咗南投啲鄉下地方，鄉下個深圳同大家講，好認真同大家講係鄉下個深圳，周街都係嗰啲香菇田啊，香菇田啊，種菇嗰啲人，勾菇啊，瘦菇啲 friend 勾菇啊。咁啊，咁啊，好多登記咗嘅夜市咧係可以開門，冇登記嗰啲咧，嗰啲個體户咧，嗰啲個體户係冇開到噶，同埋啲流浪漢係唔戴口罩噶啊。不過冇辦法啦，揾食啊嘛。咁啊，呢啲生果檔咧，啲受害販，但係呢啲咧一睇呃人嘅呢啲。又貴又唔抵啊！我仲係肚餓啊，唔知食咩好啊，唔知 eat 乜好啊，係嘛？呢個係基隆嘅廟口夜市，係嘛？依間好出名啦，賣麵包賣三文治啫嘛，三文治賣到排隊都有啊！食咩好咧？eat 咩好咧？好嘛？但大部分人咧都係攞走嘅，唔會現場食嘅。咁我唔知食咩好啦，而家因為
欸、有魚生喎、哦，冇啦冇啦。慳錢慳錢，因為最近喺南投嗰度咧，每日都有啲特殊事件發生啊，咁啊，使咗好多冤枉錢啊。例如落雨的時候租了一架機車啦，點知落雨揸唔到咁樣。咁啊，跟住啊，嗰啲夾板夾曬喺度。復原力好快啊！台灣啊，食咗啲元氣蛋咁樣。亦都可能是基隆市市長啊林生啊，阿昌哥佢嘅諗頭比其他市長好啊！阿林生阿昌哥亦都係我同班同學嘅老豆啊，好好笑依個啊，所以我對佢評價都相當之高噶啊，因為個仔都殺下殺下咁樣，估唔到個老豆咁醒目。係咪啱先就食咗依間海鮮麵啦？啊，不過啲海鮮咧就細舊咗，細舊咗意思就係啲蜆肉嘅 size 細咗，就 size 細咗啲壓秤嘅成分。食乜好啊？啊，食乜好啊？揾老母咁樣，唔係。呢、这個小丸子要排隊啊，咁啊晏啲先過嚟食啦，係冇辦法排隊先，等下個禮拜。咁啊，決定食呢個小丸子啊。係嘛？二級警戒啊，唔俾邊行邊食，邊行邊食，邊行邊食，罰你3000到15000咁樣搶錢。如果凍喺度企喺度食有冇事咧？啊，依個一個問題啦，即係自備台凳啊！我要係嘛？咁咧喺南投嘅嗰一陣嗰幾日，差唔多有一個禮拜喺南投，終於知道乜嘢叫做。鄉下嗰種鄉下嘅個形容就好似我身處係一個長洲嘅環境咁樣，騎車好快行曬成個嗰、那個布里鎮啊，跟住騎咗去第二個縣，即係第二個地方啦，即係去咗日月潭啦。發現日月潭咧就好似船灣淡水湖咁樣，冇嘢睇嘅。即係得個畫風景優美，跟住冇啦。啊，跟住側邊啲鋪頭又暗暗慘慘啦，都係跟住俾兩隻狗騷擾我啦，有兩隻流浪狗就諗住叫我領養佢啦，即係不停黐埋嚟咁樣。不過就我容納唔到兩隻狗喎，所以就冇理到嗰兩隻狗。如果唔係我就會養佢哋噶啦。有人會影相檢舉啊！依度係啊，依度你唔戴口罩會俾人截查噶會。基隆已經回復正常啦，可以吃東西啦已經。咁啊啲。不過啲玩嗰啲咧未開，我諗住去玩摸麻雀，因為我摸親都會贏嘅啫。俾蚊針啊！呢個叔俾蚊針，俾個僆仔俾蚊針。咁啊，大家都排好似排隊俾人 check 手機啊！啊，鏡頭污糟咗。
咁買完嘢食邊度食？翻屋企食咯。哇！好簡單，翻屋企食啊呢度。咁啊，買完我都攞翻屋企食噶。一兜夠唔夠咧？台灣解封指日可待啊！只要大家一齊打疫苗，打疫苗，打疫苗。但可唔可以豁免唔打咧？我好驚打針啊！咁啊，台灣最近咧出咗個高端定高税啊！咁啊，那個疫苗就好想試下打，不過驚打針，未報名。打台灣國產啊！高端啊！再講講咧，而家咧就係七月嘅來臨啦，農曆七月嘅來臨，咁咧所以咧最近咧就少啲出街，少啲去陽明山啊，費事打攪一啲非人類嘅活動。咁啊，夜晚少啲去奇怪嘅地方尊重一下啲非人類咁樣啊，可能尊重完中翻兩個六合彩咁樣。老子都有啲驚驚啊！最近，所以我都係講喺呢個講住喺呢個七月節嘅時候講翻嚟基隆咁啊，所以咧就尊重一下大家啊，尊重一下啲鬼唔係非人類啊，非人類 OK 啊，今日開門啦，開門咁啊，所以陣間買完咧就要翻屋企啊，因為我屋企隔離就係墳場啦。同埋殯儀館啊，比較多非人類嘅文化遺產啊，遺骸，又講錯嘢啦！啊，等揸車小心啲。去兩盒咩好咧？你好，兩盒蜂蜜芥末。兩盒蜂蜜芥末。對。買多盒俾阿未亡人，俾阿手足吃吃吃一吃。咁啊，最近咧就係咁啦。咁啊，多謝大家睇今次嘅直播，同埋今次嘅錄影。同埋今日到呢度為止啦，我哋嘅近況到呢度，拜拜。